如果你有参加这次的团购的，你想要做的，对不对？走，好不好？送一个了，好不好？送一个 ，OK 啊。我替大家喽，来送一组，就是方向盘的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留言在 YouTube 下方，我下礼拜直播一起抽。汤姆贤来了，哈哈！哇，今年是我们2022年第一支影片，有没有发现连我们上片的时间有没有都不太一样了，哈哈！真的很感谢在去年2021年各位的粉丝朋友的支持，才让我们辛苦的跨过这一年，我们还存活着，谢谢大家了，好不好？帮我们订阅，帮我们开启小铃铛，帮我们按个赞，自由发挥的粉丝团、IG 还有汤姆贤个人版，记得都帮我们追踪起来。你们的订阅、你们的支持、你们的留言、你们的酸民，对，好，不管，就是给我们最大的原动力，好吗？我们一直努力下去，希望2022年我们有好的开始，好不好？嘿嘿，为什么要嘿嘿？农历过年快要到了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今年过年是1月31号除夕，这次有9天的连续假期。好，我们台湾人过年怎么样？过年啊啦，买新衫，穿新鞋，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有订新车了，是不是也是希望在过年前哦，可以赶快交到新车，连续假期9天，哇，就可以开着车子啊、出去玩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没有钱嘛，我们今年真的是没有钱换车啦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也要来稍微装红着嘞，好不好？摄影师的车，不是我的车，他的车，让来给装潢一下，让犒赏一下啦！一整年的这么辛苦，他帮汤姆贤拍这样子哦，任劳任怨拿着机器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如果你喜欢的，哎、欸，就跟着我们一起走，好不好 ？Go！ 哎、欸，我要装跳的，他转场啊，那个来，台中年轻人方向盘，我跟你讲，台中人一定不陌生，真的啦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在2018年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包好我的方向盘了。哦，那我是真的是很满意，我真的很满意。所以呢，我给他们四个好，哪四个？品质好，评价好，技术好。哦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好？口碑好。大家都知道我怎样，只推荐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给他四好啊。所以我身边几乎每个朋友都有包方向盘，都是来年轻人方向盘。哦。所以我今天也想要再多带一下，让大家知道一下，分享给大家，这是我用的。来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是台中的，在西屯中康街191号。为什么当初我会想要包方向盘？因为过金龟车它的那个口径哦太小了，当初我是网络上看到的，他们包方向盘不用拆方向盘。嗯，哎，你看有没有？他们就像纯手工这样子。哎呦，就会让我想要做这个事情的。然后来了解一下，我发现也不贵。我当初包的是这个手握的这两个地方，就是我们讲的高级的黄牛皮。然后我有打孔，好，上下这里我是选鸡皮短毛的，哦，甚至你也可以选更高级的 Alcantara 也可以啦，或是你要全部都 Alcantara 都可以。他们这边有好几个样式可以选择。当初我就选择，你看我现在几年，3年，完完全全没有像是什么脱线啊，还是 Hooky 呀。啊，是垃圾，你看乱装不？所以我身边朋友包过的都说赞，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啦。真的，这是我当初包方向盘的用意。借由这一次，摄影师他已经想很久了，但是他又想做一个东西。他除了方向盘以外，他又想做那个仪表板。哦哦，烧包条。阿姨讲啊，过年换新换新啊，我讲那年换完了，未使换我。啊，因为我迄塑胶啊，算了啦，给他换啦。犒赏你啦，好，你装潢换新换新啦，好，你2022年，好，你今年啊，水当当，虎年行大运呐，安尼啊，在不在？我介绍老板，台中的老板给大家认识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年轻有为，敢那厉害你啊，我无跟你好小啦。好，来，这里，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、欸欸，他是据点王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这年轻人哈，我已经认识他好几年了啦。人家真的很厉害啦，我告诉你，不是只有台中而已，台北也开了一间，在那个中和锦屏路48，好不好？记得。高雄在哪里？高雄在仁武区。仁武区。对，仁武区的明湖街730号。730号，好，高雄是今年开的啦。对对对。哦，来来来，刚刚我有偷看，刚刚上一排离开的，对，保时捷。对对对对 ，Market。哎，他那个，我看那个是 Alcantara 嘛，没错嘛，哈。对，他是方向盘气囊盖。
跟仪表台，一整组都是 Alcantara， 好漂亮哦！我刚刚有偷偷摸一下，偷拍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次摄影师他，你这是包的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仪表台一样是 Alcantara， 一样是 Alcantara。对，然后因为它本身它的内装椅子跟门板本来就 Alcantara， 就 Alcantara， 我们就把它都整体搭配这样子。哦，对。啊，它会有那个 Porsche 的字样吗？刺绣还是什么？Mini 要刺 Porsche 也是可以的。哦，不要了，刺檀木线。不行啊。啊，那个叫刺绣啦，哈。客制化刺绣。客制化啦，我要什么都可以，你们都会就对了。对。哦，啊，它 Alcantara 之后，刚刚我看这是黑色，还有什么其他色吗？基本上 Alcantara 它的色样有很多。有很多。对啊，基本上大众色就是深黑色的，或者是炭灰色的这样子。都可以选择，对，都可以选。车缝线都可以选，都可以选。哦，像我方向盘选那个红色啊，啊，你要选蓝色啊、黄色都可以啦。对，全客制，反正就是全客制化。对。哦，反正有台北、台中，还有最新的高雄。对，好不好？刚刚我已经告诉大家说，你们有试好，试好，品质好，技术好，口碑好，还有什么服务好。Hello， 汤姆贤来啦！哇，过年快到了，自由发挥跟 Warehouse 要来联名做洗车美容的活动，来分享给大家啦。即日起到1月31号除夕当天止，好康一全车镀膜20000不用，15000不用，给你9900。如果你加购2000元的玻璃镀膜，再送好礼二选一 ，PIA 前挡雨刷一组或 Taka 360车机维护器二选一啦。好康二全车洗车美容，再送你蒸汽的这个消毒杀菌，好不好 ？Warehouse 赶快约起来，慢约就没有了。再见。如果通常我来这边跟你选好材质了，对，约好时间，大概花多久时间？平均一台车大概都在1.5小时内。哦，那很快啊。对。啊，像他这次要在家就做几瓶？仪表台的话，看车型，看车型，基本上。我们都抓比较充足的时间啦，因为有一些可能细微的地方要调整，所以我们抓比较充足的时间都是2天。哦，对啊，如果说真的有一些车主他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多，他可能没办法留车，对，其实我们当天也可以，就是抓一天比较有空的时间，早上留车就下班前就交车。哦，但是也是真的要足足一整天呐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因为那个工很细，因为他要拆那个饰板。对，局部拆，局部拆啦，然后收边什么都是一些比较细的东西，所以对。有没有什么在你们做方向盘还是仪表台，有没有什么客人比较常问到，我们分享一下。像仪表台，因为需要拆一些东西嘛，对。还有一些客人就是会有一些疑虑，就是比如说我拆了装回去会不会有异音啊，或者是有洗洗摔摔的问题这样子，但是其实都还 OK 啦。出风口啊、内装，我们这局部拆的经验是都还算不错啦哈。公主，对。事好中的一好，技术好。你会不会怕？会不会怕被拆？不会啊，怕什么？不怕啦哈。那再来另外一个，就是既然我今天来分享，我又是在地啦。我也想说趁2022年啊，就是大家想说买新衣啊，穿新鞋啊，车子也装潢一下，稍微改造一下，我也想要来做一个帮粉丝朋友凹一下啦。好，做团购可以啊，即日起好了，到下礼拜三我们会做好 Google 表单，会放在自由发挥的粉丝团，你有想要参加团购的，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，大概一个礼拜而已，你去那边做填写表单。团购这个东西就是自由发挥跟我们年轻人方向盘做联名。那譬如举个例子，像我那只方向盘，当初我是包那个高级的黄牛皮，对，加短毛的麂皮，对，是3500，你看很便宜。没错。好，那如果你有参加这次的团购的，折300块，好不好？OK 了，可以吗？ OK， 没问题。欸，他顿一下呢，那洗啊没洗，人家真的是手工啦。OK 了，哎，300块也是好几成啊呢。OK 了，所以我给时间这样子。那至于说到时候你有参加团购的，那到时候再跟老板，我会把资料我整理完以后，我会给老板。那北中南同步，同步，北中南同步一起做。至于说要怎么做，要怎么包。Alcantara 最好的还是 Napa 的，他们都会。对，什么线的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绿的、紫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啊，这个这样一项而已。你这要再多熬一下，过年了。哎，这样子啦，我再多熬一个啦。再多熬一个。既然我都来拍了，哎，我哈辛苦，让大明星呢。OK 啦，对不对？再怎么样，我也是有初登版上节目。安尼啦，好不好啦？过年要搞啊。我们送一个啦。
送一个，送一个啦，好不好？送一个 ，OK 啊 ，OK 啊，我替大家，我替大家喽，来送一组，就是方向盘的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送我那个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我那个就不错了啊，你看我用三年龙博派系，漂亮，真的很漂亮啊，喂，混搭的，就是高级的黄牛皮，搭，你要长毛的啦，短毛的，那个鸡皮都可以啦，好不好？来一个，你抽中的，如果你想要变更什么的，私下再跟老板讨论。好，安好吧 ？OK 了，送那个价值3500的啦。3500的，对啦。Okay, okay, okay. 如果我今天我就想要全包 Napa 的啊，啊，就是你们在讨论啊，多贴一点点钱这样子。比如说 Napa 比如4000啦，举个例啦，可以 take 我吧，安呢？哎，塞。送，过年，安呢好不好？2022，虎年行大运。要出个题啊？出个题啦，我想一下。今年有新开一间店，对，在哪里？来留言在 YouTube 下方，我下礼拜直播一起抽。可以吗？喜欢的把影片分享出去，我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。我是在地的，我跟哲宇老板也认识好几年，真的做得很棒啦！我不骗你啦，你用过一次包过，我告诉你爱上他，爱上我，爱上你的方向盘，方向盘你每天都在握，对，那个握感好，就好像在握小情人的手一样。我今天某个你好小啦，今天啦，好不好？那影片我们这台车等等就要留着给你施工了。OK， 没问题。那不然就我们把施工的稍微过程啊，还有成品，我们把它放在影片最后面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那今天我们就这样子啦。好，谢谢我们所以赞助我们一个方向盘，让我们抽奖。贤哥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们拥抱。然后做团购记得啊，到粉丝团，我到粉丝团还再公告一次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拜拜。好。车主是吗？对，我们刚好在帮年轻人拍他们的东西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叫汤普贤的。听说你从花莲来。对，特地上来。愿意让我们稍微采访一段吗？好。刚刚看到你的车做完，我真的觉得好漂亮。我也觉得，为那个质感都提升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满意吗？满意。这样就够了。所以才特地下。台北有啊、可是这边比较啊，不是他要推荐的、啊、我跟你说，因为这位车主也喜欢开中横啊，顺便试车啦，哦，顺便试车，是不是试车，顺便好啦，谢谢你啦，我们就是想要听这样，这个是真的是车主他们自己分享的，这个 OK 的，很棒，很赞，喜欢，有人推荐是不是？对，网络还是朋友？网络跟朋友都有，真的呀、啊，现在还有朋友他们也是要从花莲上来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啊，去台北就好了，我们还是指定这边，啊，大家都爱开车，对，谢谢啦，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哎，真的。很热情哎，从花莲来哎，因为我跟我一样都喜欢开车，配车。